上官学出自灵枢本枢，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，上上方的意思，关关卡关界，在此指颧骨宫。上官穴在颧骨宫的上缘，对由听会穴上传头部的胆经气血精微具有严格把关的作用，故名上官穴。中医认为上官穴具有聪耳镇惊、散风活络之功效，常用于治疗头痛、耳鸣、耳聋、口眼歪斜、牙痛等头面部疾病，尤其对于治疗三叉神经痛具有非常好的疗效。三叉神经痛也被称为脸痛，多发生于中老年人，是最常见的脑神经疾病。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为主要表现，且右侧多于左侧，以上颌肢、下颌肢多见。患者常会在面颊、上下颌及舌部出现明显的剧烈性疼痛，发作可持续数秒或一到两分钟，突发突止，疼痛呈周期性发作。严重者可因疼痛出现面部肌肉反射性抽搐，随着病程迁延，发作次数将逐渐增多，发作时间延长，间歇期缩短，甚至为持续性发作，很少自愈。三叉神经痛是国际公认的疑难杂症之一，其病因尚未完全明了，号称天下第一痛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洗脸、刷牙或微风拂面，甚至走路时，都会导致阵发性的剧烈疼痛，发作间歇期同正常人一样。很多患者因恐惧疼痛而不敢洗脸、刷牙、进食，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，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，可谓苦不堪言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治疗三叉神经痛之法，刺激上官穴。上官穴位于面部，取穴时采用仰卧位，找穴时先将头部侧转，在靠近耳朵处可以摸到一个横着的骨头，即是颧弓。颧弓上缘凹陷处就是上官穴。由于这个穴位的特殊位置，所以只能采用按摩的方法。刺激上官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用拇指指腹按住上官穴，然后逐渐用力深按，保持两到三秒后松开，休息三秒后再按压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每次点按两到三分钟。也可以采用按揉的方法，按揉时可以范围大一些，先在上官穴及其周围抹一些润肤霜，然后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三指并列，以上官穴为中心进行旋转按揉，每次按揉两到三分钟，以皮肤有发热发胀感为宜。总之，上官穴对于三叉神经痛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，
如果您正饱受这天下第一痛的困扰，不妨试一试。